啊，你来了。坚持住，我来拯救。抱歉啊，这是恩恩啊，这是恩恩。我是矮牵牛大黄，从班布利堡公园报道，那里正在为该市300周年庆典做准备。但当这座城市准备庆祝其300岁生日时，却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，引起了当局的关注。邦布莱贝尔创始人 Obadiah 邦利的雕像被神秘地包裹在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中，其中一位相关权威人士就是班布利堡市长本人，即蓝莓市长。这里是蓝莓市长。哦，阿罗，我没想到会是你。蓝莓市长，您认为最近的破坏行为会对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产生影响吗？